我要休息一会儿。什么？你想让我打扫你的房间吗？我自己的房间都没整理。可是妈妈说过，我必须打扫完卫生才能出去。嗯？冬天？电影院吗？太好了！可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嗯？嗯，我怎么又来到这个小岛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就不能躺下休息一下吗？欢迎来到小岛，小英雄丁浩。你为什么躺在这儿？你不舒服吗？恰恰相反，我只有躺下来才舒服呢。而且我现在可不会害怕任何梦怪了，别大惊小怪的。你是不是也懒得拿英雄之剑，哪怕只拿一秒钟？好吧，我可以尽量多拿一会儿。丁浩，这一点都不好笑，你现在应该去和梦怪战斗了，快站起来。在这躺着是不太好，但是我不想去，我现在很舒服，不想站起来。快看那里，是沙发。沙发在哪儿？嘿，那是沙发怪。丁浩，你害怕沙发吗？我最喜欢沙发了。丁浩，你要去哪儿？丁浩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快点来我这里躺下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好，我先休息了。以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战斗。你们看呐，他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，他还很关心我。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怎么会这样啊？英雄和梦怪合作，大水晶里的能量比平时下降得更快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沙发怪，快停下！你快点放了丁浩！你在干嘛？这样会把我摔下去的。你先别说话，等我打败了他们，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。把丁浩放下来。你不可以伤害他们，让我下去。我被粘住了。别喊了。你快点把丁浩放下来。真是做梦，你们要是敢靠近我，我就让你们尝尝厉害。来，我们走。你看到了吗？哎，丁浩，丁浩，停下，快点停下来。他是我的猎物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。宗宗，我们飞得再高一点。不行，我飞不动了。我就待在这儿。长鼻象，咱们来的正是时候。长鼻象，还有萨萨，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你们了。你好，丁浩，你背上粘着什么呀？是沙发靠垫，其实就是我的懒惰，现在站起来都很难。懒惰真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问题？我真的很爱丁浩，而且一直纵容他，真是不懂感激。你们忘了我们还在这里呢。谁来打扫这些羽毛呢？应该让一个不想懒惰下去的人来打扫。我来打扫。哇，我摆脱懒惰了。但是我要怎么打扫呢？这是真空吸尘器，希望它可以帮你打败沙发怪。
哦，哇，真空吸尘器太棒了！丁浩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加油，丁浩，只剩下一点了。嗯嗯，不要！虽然是淋到雨，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再去淋到雨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你真的是太棒了，你打败了沙发怪，而且还有懒惰。不是打败懒惰，而是改变了懒惰。我之前总是很懒惰，但是通过这次的经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只要我想办法把单调的事情变得有趣，那么我就再也不会懒惰了。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现在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。喂，宋天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打扫房间，然后再去电影院。新机机器人现在开始收集文物。啊，星际机器人现在要清理地球上最后的玻璃房了。哦，丁浩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打扫卫生啊，给我五分钟就好。另一个世界梦幻想。